主料，雪梨一个，无花果三颗，辅料清水350毫升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无花果洗净，对半切开或者一分为四，方便出味。雪梨去皮，切成片，核不要。准备材料的时候可以先烧水，水开后下梨片，跟着下无花果一起大火煮开。大火煮开后转小火再煮约5分钟左右，然后焖半小时左右，放温格炸即可饮用。烹饪技巧，不用再放糖了哦，如果一家人都喝，多加点材料就好。这个饮品不管是夏天还是一年四季都非常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